哥，祝你生日快乐。朝阳，生日快乐。朝阳哥，你有什么愿望？昨日，六峰山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东升已被警方拘捕。据悉，嫌犯张东升曾是一名少年宫代课老师，平日为人温和，备受家长好评，却因一己私欲残忍杀死多名受害者。具体案情，警方将在进一步调查后公布，本台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新鞋子吧，还用你说，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吧。
朱朝阳，你终究还是变成了我。你害怕什么？我帮了你，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对。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这个家吗？妈妈管束你，爸爸抛弃你，你王瑶阿姨和妹妹还合伙欺负你，根本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他们只会利用你，欺骗你。哦，对了，还有颜良和普普，你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你说过，相信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你和我也不例外。你这样对老师说话可真是太没有礼貌了。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知道我秘密的人，已经都被我杀了，包括你的家人和朋友们。你想见他们吗？只可惜他们全都死了，现在轮到你人生全都被你们毁了，你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朝阳，你起来了。今天是放暑假的第一天，学习一样不能松懈，知道吗？现在你的同学们都在悄悄使劲呢，你可不能落了下风啊。假期到了，景区最近特别忙，妈妈不能天天在家陪着你，你也要自觉，别光想着玩啊。好了，快去洗漱吧，妈给你准备好了早饭。朝阳，别磨蹭了，快去洗漱吧。朝阳，照顾好你是妈妈的责任。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才会一辈子陪着你，对你好。朝阳，早饭在餐桌上，快去吃饭。朝阳，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外面那些油条馅饼不健康，你想吃什么就和妈妈说，妈妈给你做。妈特地给你订的牛奶，快趁热喝，多喝牛奶长得高。朝阳，你在家好好学习，妈得赶紧去上班了。终于出来了。别怕，我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不会伤害你的。是的，不过我是最懂你的狐狸，你的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我可一清二楚。比如，你刚刚就在想，看会儿
便是，对不对？可是你又怕妈妈发现了会生气。好吧，好吧，你没有。不过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看会儿电视放松一下，绝对不会耽误学习的，对吧？你这么聪明，一学就会，不像那个总是嫉妒你的女同学叶迟敏那样，就算熬夜学习，也总是屈居你之后。对你来说，书本上那点知识太简单了。快乐是多么珍贵呀！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并不多，按照自己真正的想法去做吧。欢迎收看早间新闻。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目前警方已在当事人带领下在崖底找到了两位坠崖老人的遗骸。两位死者均为本市人，夫妻关系。本次出行由女婿张某趁休息带二老来六峰山游玩，未想到惨剧在眼前发生。洋洋，我给你买的礼物应该到了吧？你快看看喜不喜欢，是最新款的游戏机。你妈没给你？我就猜她会这样。爸爸偷偷告诉你啊，肯定锁在电视柜里了，你找找。那个锁早就坏了，你找个小卡子，敲两下就开了。洋洋，先不聊了啊，爸爸忙着呢，又有电话打进来了。现在你该听谁的话呢？是听爸爸的去撬开柜子，还是听妈妈的回去乖乖学习，装作不知道有这个礼物呢？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我是来帮你的呀。有了我，你就能实现你所有的愿望。没错，我知道你的愿望，我知道你最想要的。你总是这么胆小，不敢正视你自己的内心。难道你不想要快乐和自由吗？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这款游戏机吗？班里同学都有，你却从来都没有玩过。打开它，这是爸爸送的礼物。爸爸希望你能做个开心的孩子，与同学们有共同话题，有更多的朋友。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做吧，去做让你感到快乐的事。
妈妈每天上班这么辛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撬开柜子，玩了一天游戏机。是不是你爸教你撬的锁啊？你是个学生，他教你这些东西是想害死你吗？你比赛得第一名的时候他来了吗？他来了吗？还不是妈妈请假陪着你。你学校的活动家长会他什么时候参加过？既然你这么不懂事，那就别怪妈妈。朝阳，你要知道，妈妈才是最爱你的人，你也是妈妈全部的希望。好好听话，妈妈不怕你犯错，妈妈愿意陪着你，直到你做对了为止。你今天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呀。哎呀，游戏机被妈妈摔坏了。要不是我，你根本都不敢撬开柜子拿到它，对不对？好啦，谁让你总不给我机会把话说完呢？我可以让你享受快乐与自由的同时，还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朝阳，你怎么还待在房间里，在磨蹭什么？
朝阳，怎么才起来？饭都要凉了。我问你话呢，今天为什么起那么晚？朝阳，身体不舒服就和妈妈说，不行我就请个假，在家照顾你。游戏机已经坏了，今天就别光想着玩了，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别再让妈妈失望了，知道吗？回答我的话。这就对了，好儿子，饭放在桌子上了，洗漱完赶紧去吃。快点洗，洗完赶紧去吃饭。你不是说班里同学都笑话你，你一直想长高吗？听话，赶紧喝了，啊！朝阳，放了假功课也别落下，记得按照妈妈安排的计划表去做，做事情要有条有理。不关你的事，你只管在家好好学习就行。好了，妈先去上班了。欢迎收看早间新闻。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目前警方已在当事人带领下在崖底找到了两位坠崖老人的遗骸。
给你买的礼物该到了吧，再看看喜不喜欢最新款的游戏机。阿梅给你，还得会这样，爸爸偷偷告诉你啊，并锁在电视柜里了。我早就坏了，找个小卡子敲两下就开了。哎呀，先不聊了啊，爸爸忙着呢，又有电话打进来了。你的时间被循环了。是的，这次你要不要听听我的建议？咱们今天先好好的玩一场，只要留出一点时间把作业完成就行了。这种事你不是早就得心应手了吗？你可真听话呀。不过我告诉你，光凭这样是没有办法挣脱这一切的。好了，乖小孩，你去乖乖的学习吧，我会在旁边看着你的好戏。
Remember, while you are doing the test, you should first put down your answers in your test booklet. At the end of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you will have 3 minutes to transfer your answers from your test booklet onto answer sheet on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may raise your hand now, as you will not be allowed to speak once the test has started. Thank you.
朝阳，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吗？遇到那些事之后，我们就从福利院逃了出来，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的，和流浪汉差不多。早上实在太饿了，就去加油站。朝阳，能不能让普普用一下你家电话？谢谢朝阳哥哥。喂，刘阿姨，我是月普，能让星星接个电话吗？嗨，也没什么的。早上我们在加油站饿得不行了，就拿了他们两个面包，大不了以后有钱了再还给他们。还是等婆婆回来再吃吧。婆婆的弟弟生病了，需要用很多钱做手术，我和婆婆为了筹钱就跑出来了。婆婆家里发生了不好的事，父母都不在了，她在福利院还总是被坏人欺负，我们过得都很辛苦。哎，这事儿你可别跟婆婆提，每次我一说她准生气。朝阳，如果阿姨今天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让我们住一晚？我们实在没地方能去了。要不让普普住一晚也行，他有哮喘病，这一路上好几次发病，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颜良哥，你就别难为朝阳哥哥了，我们还是走吧。朝阳哥，我永远记得那时我们一起去六峰山的快乐时光。你放心，你的秘密我也会永远替你保守的。瞧瞧，这是谁来了？啊，最好的朋友，你有朋友吗？其实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们，对吧？你们各自都有秘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毕竟人都是自私的。真的是这样吗？朝阳，妈妈回来了。学习一天累了吧？妈买了鱼回来，今晚给你做鱼吃。朱朝阳，你给我过来！桌子上这两个饮料杯是怎么回事？啊？
你让谁进来了？朱朝阳，你是不是又和那两个坏小孩一起玩了？什么朋友？他们害你害的还不够吗？朱朝阳，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记性？两年了，两年了，你什么时候才肯听话？我这么辛辛苦苦地养育你，可你的表现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朝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但是我耐心有限。如果你还是这么不懂事，那我只好陪你一直过这一天，一次不行就一百次，直到你做好为止。朝阳，你是好孩子，你一直都是妈妈的好儿子，妈妈是相信你的。朝阳，我说了多少次了，先去厕所洗漱。这是什么话？你把妈妈当外人了是不是？把牛奶喝光，妈妈自己都不舍得喝，别浪费了。朝阳，妈妈知道你吃腻了，只要过了这一天，等明天，妈妈就给你做别的。朝阳，妈妈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吧？你换个角度，多为妈妈想想，
你是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对吧？你别怪妈妈，妈妈一番苦心都是为了你，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未来。好孩子，妈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我先去上班了，妈妈爱你，朝阳。昨天我就说过，做一个乖孩子是没有用的。看看你这一副可怜样啊！啊！哎呀呀呀！怎么，今天气得说不出话了？我知道你有多累。每天都在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连做点喜欢的事都要小心翼翼的，一点不如意就会受到你妈妈的责罚。你甚至把自己催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乖小孩，以为迎合妈妈的期待就可以顺利地度过每一天。可你原本就不用去承受这一切，你就应该去追求你心里的渴望，做一切你想要做的事，不对吗？别可是了，你爸爸的电话快打来了，去接他的电话吧。不过，你真的能忍受每天都听着你爸和你说同样的话？哎，你想不想修好爸爸送你的游戏机呀？这就对了，那可是你一直想要的礼物啊。让妈妈永远也发现不了不就行了吗？她不让你玩游戏机，你偷偷玩完之后放回原位。她不让你和坏小孩玩，等他们走了之后你就抹去他们来过的痕迹。这对你来说不是很简单吗？当然了，你既成为了妈妈的乖小孩，又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简直两全其美。你是聪明的孩子，你早晚会想明白的。
朝阳，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吗？遇到那些事之后，我们就从福利院逃了出来。没关系的，朝阳哥，我们总能找到地方住的。朝阳，能不能让普普用一下你家电话？谢谢朝阳哥哥。我是乐普，能让星星接个电话吗？那当然了，我们那次玩得可开心了，还得谢谢你从你爸那里拿来的相机。朝阳，你忘了吗？那可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就在我们一起上小白船的时候，拍下了张东升杀人的经过。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朝阳，你没事吧？没事就好。自从少年宫那件事之后，你就总这样，上次还突然流鼻血。
当然和我没关系了。我那天赶到的时候，你妹妹就已经浑身是血地躺在那里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三个人在校门口碰面，就赶紧走了。具体怎么回事，我真不知道。你弟弟怎么样了？他的病情恶化了，领养他的人家没有钱给他做手术，我很担心他。手术费需要多少钱？他们说还要30万，咱们再想想办法吧。朝阳哥，谢谢你招待我们，我们得走了。朝阳啊朝阳，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你说过你最后悔的事就是给他们开了门，可是再来一次你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呀。
朝阳，今天你没给那些坏小孩开门吧？我们朝阳真棒，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变回妈妈最引以为傲的好孩子。在家学习一天了，休息会儿吧，妈妈给你买了鱼，一会儿做鱼吃。2007年7月13日，晴。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完了。
瞧瞧，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让大人看到他们想看的就行了。现在，你愿意相信我了吧？我一直沉睡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是你心里的声音把我唤醒了。你总是压抑自己，很久都没有开心过了，而我是来帮你的，只有听我的，按我说的做，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快乐。我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最了解你的人。你会相信我的。现在，好好享受新的一天吧。朝阳，妈妈单位有点急事儿，得早点走。早饭给你做了清炒苦瓜，放在厨房了。洗漱完记得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说了，夏天吃苦瓜对身体好。乖乖把早饭吃了，别让妈妈上班还要为你操心。今天天气不好，看样子是刮台风要下雨了，没什么事儿就别出门之前你不是一直缠着爸爸说想去游泳吗？爸爸给你买了新泳镜，怎么样？你今天有时间吗？那一会儿在家门口见，爸爸去接你。
里等着你。去哪儿？这是什么东西？船魔？你是不是又想去找那些坏小孩玩啊？妈妈和你说的话，你就是当耳旁风是不是？送他礼物，你爸爸他管过你吗？还不是我一个人把你辛辛苦苦拉扯大，培养你，教育你。要不是你成绩好，让他有面子了，他哪能想起你？今天你哪儿都不许去。还有，这买船舶的钱是哪来的？啊？说呀！朝阳，妈妈辛辛苦苦赚的钱，你就是这样拿来浪费的？你什么时候心疼过妈妈？你爸整天大鱼大肉，这点东西在他眼里就是个破玩具。你就是捧出颗心来给他，他也不会珍惜，转头就扔进垃圾桶里。别做自取其辱的事，朝阳，踩碎他。踩碎它，妈妈就原谅你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行为。为什么？你这句话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怎么和妈妈保证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妈妈？我说了，毁掉它我就原谅你。快点，踩碎它！踩碎它！朝阳，你还是妈妈的好儿子。你要记住，妈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将来有一天，等你长大，你就会理解妈妈的苦心。虽然妈妈原谅你了，可你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记住，你从今往后都要做个听话的孩子，不要违抗妈妈的命令。还想继续妥协下去吗？
你妈妈根本不在乎你，她只是在利用你来满足她的控制欲和虚荣心。逃离循环才是你现在唯一的选择。你好好的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打破循环的关键呢？朝阳，你起来了。妈单位有急事儿，我先走了。你记得洗漱完吃早饭。昨天和你说的都记住了，今天会好好听妈妈的话，对吧？好，妈妈相信你。你好好学习吧，晚上妈妈买鱼回来给你做大餐。
Thank you.
朝阳，你在想什么？啊，因为发现了妈妈的过去，看到她不为人知的辛苦，就开始心软了。可怜的朝阳啊，你为什么不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呢？那些大人只会把想法强加在你的身上，口口声声为了你好，却把你当作一件能乖乖听话满足他们私心的工具。凭什么你只能等着妈妈来左右你的生活？一旦你没有完全服从，他就会失望、痛苦、歇斯底里，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你头上。如果你现在心软，就再也没有机会逃出去了。难道你要永远做妈妈手里的提线木偶吗？快逃出去吧，离开他，你就自由了。朝阳，妈妈回来了。今天有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吗？朝阳，你真的懂事了，妈妈对你的表现很满意。其实这些要求并不过分，对吧？你看，你做得很好。妈妈这就去给你做鱼吃，等饭做好了，我叫你。今天妈妈给你做鱼吃，你小时候最爱吃鱼了。学习一天累了吧？快去歇会儿。今天妈妈给你做鱼吃，你小时候最爱吃鱼了。学习一天累了吧？快去歇会儿。饿了吧？快来吃妈妈做。
朝阳。洋洋，爸爸在这儿，快过来。哎呀，洋洋，怎么才过来呀？哎，对了，爸给你带了礼物，快看看。这不是前几天跟朋友一块打麻将，你王叔叔和我说，说平哥，你家朝阳在学校又考了第一。我说我怎么都不知道这回事啊，难不成我家朝阳因为太优秀，在宁州市都出了名了？然后啊，他们几个都夸你，说你啊又听话又懂事，以后不知道多有出息。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我这个做老爸的还不知道表示表示，也太不像话了吧。上次见你的时候啊，你脚上那双鞋看着太旧了，所以爸给你买了双新的，来穿上看看。怎么样，这鞋合脚吗？嗯，那就好，爸的眼光准没错。哎呀，你这双旧鞋子就扔了吧，这么破也没法再穿了。哎，行，没事，你想留就留着。其实啊，爸小时候家里更穷，根本没钱买新鞋子，一双鞋穿的脚趾都破洞了也舍不得扔。现在就不一样了，爸的生意做得不错啊，不愁吃不愁喝，所以洋洋，你平时要缺什么吃的用的，尽管跟爸说。什么？什么礼物？哎呀，洋洋，你不仅在学校里不用家长操心，连手也这么巧，爸自己都忘了什么时候跟你提过这回事儿，你竟然还记得，真是爸的好儿子。这个模型我肯定好好收藏，摆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不过话说回来，
你的心意爸明白，但爸现在过得很好，什么都不缺。与其费心给爸做这些啊，不如把功夫花在自己身上，多交点朋友，知道吗？哎，爸先接个电话啊。你去哪儿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赶紧过来吧，晶晶还等着你呢。行，你先哄着她，我马上到啊。洋洋，爸有点事儿，得先走了。以后有的是机会，爸下次再陪你出来，你先回去吧。次再陪你，下次再出来玩，也不知道下次是多久以后。朝阳啊，是我帮你从家里逃出来的，要不是我，你能见到你爸吗？结局你也看到了，你爸口口声声说着明白你的用心，但船模还好端端地留在桌子上，他没有带走，他根本就不在乎。说不准再过几天，他就连有你这个儿子都忘了。事到如今，你还是这么天真。别再骗自己了，朱朝阳，你爸爸去了少年宫，以前你在这上课的时候，他可从来没为你来过，不是吗？说到底呀，还是因为那个小姑娘，为了她的宝贝女儿，她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你抛在一边。不死心的话，就跟上去看看吧，你绝对不会失望的。朝阳，普普说刚刚看到你妹妹了，她进了少年宫。阎良哥，我渴了，能麻烦你帮我买瓶水吗？行，我这就去。我记得你说过，朱晶晶不仅抢走了你爸爸，还总是欺负你。朝阳哥哥，
我一定会找到他帮你报仇的，让他再也不敢这么做。爸爸想给我报奥数班，要不要去呢？Thank you.
妈妈，我都等好久了，爸爸什么时候才来看我合唱排练？晶晶，别急，你爸马上到了啊。他要是再不来的话，就罚他整整一天都陪我们逛商场，买好多漂亮衣服。傻孩子，这哪算惩罚呀？爸爸哪次不是开开心心陪咱们逛街的？嗯，妈妈，他怎么也来了？哎，你别乱跑啊！晶晶，你怎么踩别人鞋子？快给人家道歉。哼，我又不是故意的，我才不道歉呢。人家又不像你，天天都有新鞋穿。哼，我去找爸爸喽。哎，这孩子。哎，他不是故意的。回去擦擦就是了。哦呦，朝阳，你的新鞋子脏了，是谁踩的？朝阳，我说过你不会失望的，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吗？你现在还觉得爸爸是真心爱你，在乎你吗？他可以陪朱晶晶一整天，却只拿一双新鞋把你给打发了。就连这点可怜的施舍，现在也被他的宝贝女儿弄脏了。你受他们母女俩欺负的时候，你爸爸还想着要陪朱晶晶呢。没用的，朝阳，你所有的心思都躲不过我，我都知道。你希望他们都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因为爸爸身边有了他们，只要他们都消失了，你或许就有机会重新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对吧？到时候你是爸爸唯一的孩子，他会疼爱你，护着你，再也不会有人跟你抢。好好好，你没有，那就快去找你的爸爸吧，看他到底会不会
选择站在你身边。恭喜朱晶晶同学获得宁州少儿歌唱比赛一等奖，现在有请获奖同学和家长一起上台领奖。谢谢老师。哎呀，感谢评委老师的厚爱啊。晶晶爸爸是永平水产的老板，也是我们本届歌唱比赛的赞助商，可不可以请朱先生讲一讲自己是怎样培养出像晶晶这么优秀的女儿的？哎，呵呵，优秀倒不敢说，是晶晶自己很用功，每周都非要我送她去上歌唱班，一节课都不能落下。我们做家长的当然就得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平时多多的陪伴和鼓励他，给他一个好的童年嘛。爸爸爸爸，一会儿带我去游乐大世界玩吧，我们约好的。好好好，小宝贝别急，咱们还没吃大餐呢。真是幸福的一家人呢。来，轻轻拿着奖杯和爸爸合影留个念。
你就是朱朝阳啊，你问我干嘛？谁都知道你没有爸爸。原来你说的是朱先生啊，不好意思啊，朝阳，我一直以为朱先生只有一个女儿。你爸爸往左边走了，你快去看看吧。